谢霆锋和张道之，难道有复合的可能吗？最近这段时间，谢霆锋带着大儿子到澳大利亚度假的消息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，随后还有网友在滑雪场看到父子俩一起滑雪的画面，不得不说两人的滑雪姿势如同复制粘贴。不过随后又有网友同样在澳大利亚偶遇到张柏芝的画面，两人同一时间同时现身澳大利亚，难免会让网友质疑，难道两人是在合体带儿子游玩吗？这样的话两人是不是有复合的可能呢？毕竟很多网友都希望两人能够复合。不过就在这个消息在网上愈传愈烈的时候，张柏芝的经纪人在节目中正面回应了这个传闻。经纪人表示，张柏芝现身澳大利亚只是探亲而已，并不是网传的与谢霆锋合体带娃。至于网传两人复合的消息也是假新闻，最起码现在是不可能的。随后经纪人还表示，知道网友都希望他俩复合，如果的复合的话一定会在社交平台上公布的。前段时间谢霆锋就被传和王菲分手，疑似和张柏芝复合的消息，不过很快谢霆锋本人就辟谣了，虽然这次是经纪人回应的，不过也算是再次辟了复合的传闻。你喜欢这个视频吗？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，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，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，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，订阅我。再见。